晚谁哄我睡觉？傍晚，落日的余晖映照着农场，小羊维尼困了。但小羊维尼到处都找不到妈妈，他伤心地问：今晚谁来哄我睡觉呢？门儿，我来，我来。牛太太热心地说：别担心，我来哄你睡觉，一切都会照旧的，我盖的毛毯舒服极了。牛太太展开毛毯，把维尼紧紧地裹了起来，弄得他一点儿都不能动弹。停！维尼哭喊着。不对，不是这样的。今晚谁能哄我睡觉呢？喵，我来，我来。猫太太自告奋勇，我来哄你睡觉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你一定是需要好多好多个睡前吻才能安睡。猫太太抖开裹在维尼身上的毛毯，用舌头把维尼的脸蛋儿舔了个遍。哦，真恶心！维尼叫喊着。不对，不是这样的。哼哼，今晚谁能哄我睡觉呢？嘿，我来，我来！马太太冲了进来。我来哄你睡觉，你上床时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。马太太坐在维尼的床边，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。维尼被累得透不过气来。救命！维尼高声尖叫。不对，不是这样的。今晚谁来哄我睡觉啊？我来，我来。猪太太闻讯赶来。我来哄你睡觉，宝贝儿，你先在屋里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你需要点睡前点心。不一会儿，猪太太给维尼端来一大锅黏糊糊臭烘烘的猪食。哦，不，不！维尼捂住鼻子喊道。不对，不对，不是这样的。今晚谁来哄我睡觉啊？嘎嘎，我来，我来。鸭太太迎面走来。我来哄你睡觉，别难过，我来给你唱首动听的摇篮曲。鸭太太放声高歌。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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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。但对维尼来说，这支歌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摇篮曲。哦，够了！维尼用枕头捂住耳朵说：不对，不是这样的。难道今晚就没人能哄我睡觉吗？宝贝儿，我能。羊妈妈风尘仆仆地赶回家。你终于回来了，小羊维尼扑到妈妈怀里。是啊，宝贝儿，很抱歉，我回来晚了。羊妈妈帮维尼盖好毛毯，维尼觉得搭在身上的毛毯既蓬松又柔软，特别舒服。羊妈妈温柔地拥抱了维尼，又轻轻地吻了他，并为他端来果汁和可口的蛋糕。吃过夜宵的维尼安静地躺在床上，羊妈妈坐在床边，一边织着毛线，一边为他唱起了动听的摇篮曲。不一会儿，小羊维尼就进入了甜甜的梦乡。